看这边号，一二三，好，再一张，谢谢。对对，那他这边是有他的一个距离。因为它现在像空气污染太严重，它都我们马祖都是花岗岩。花岗岩。对。的一些原料，因为这个马祖凉茶，对，马祖凉茶是有它的常见的原料是桑叶，对，但是一心这次也有用一些其他的原料，红旗菊。那因为秋天会依照季节来采集，然后本地的植物作为凉茶。那我们就先开始用餐吧，准备用了。谢谢哦，谢谢。第一个是问政靠理问，问政靠理问，未来没疑问，未来没疑问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教总统讲一句福州话，是当选的福州话，他马祖话，叫做冻霜，冻霜，冻霜。那我接下来喊理问，那我们就喊冻霜，理问，理问，理问，冻霜，冻霜，冻霜。蔡英文。冻霜，蔡英文，冻霜，蔡英文，蔡英文，蔡英文，冻霜，冻霜，冻霜。好，